好，三张卡片，一二三，选一个吧。你要多少？二是中间这一张。好，这是一，这是三，这是二。好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张？二是幸运数字。二是幸运数字。我跟你讲，除了这个以外哦，一是空白的，三也是空白的。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现在又到我们这个开箱有奖征答送好礼，那接下来要送的书呢是，哎，这不是送过了吗？好啦，我这个书太多了，我真的这个是宠物的哈，但是这是第二集哦，第一集、第二集，这是第二集哦。好，那书呢，基本上呢，这个还有写一些他的心得嘛，而且书的内容有一部分也是跟外面不一样，值得一看的啦哈。里面呢有教了一个魔术，我现在来教各位变给大家看一下，等我一下下。现在呢，我来变一次呢，它里面教的这一个单元，好，它有三张卡片，好，那不一定是扑克牌啦，有时候就是三张那个空白的卡片就好。其实我觉得空白的卡片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啊。好，三张卡片，一二三，选一个吧。你要多少？二是中间这一张。好，这是一，这是三，这是二。好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张？二是幸运数字。二是幸运数字。我跟你讲，除了这个以外哦，一是空白的，三也是空白的，只有二呢有一个微笑的图案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教这一张，好不好？这一张呢是，算是即兴表演可以用得上的哈。好，那我要把它再撕下来呢。其实这是一张贴纸，这张贴纸。那我现在呢，把它撕下来。哦，好黏哦。你如果不是贴纸没关系，就用双面胶。好，双面胶。好，开始哦。藏在后面。好，藏在后面。这也可以教学啊。好，开始咯。一二三，选一个。一，一是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一的话呢，我会这样子操作。我先把这个拿起来。有没有？我会先把这两个拿起来，然后呢，好，一嘛，就说这是一。好，对不对？这张是一嘛，就说你选的是这一张一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贴纸粘上去。再选一个，重来一次哦。再选一个，好，先藏在这里。一二三，你要哪一个？三，三是旁边这一个嘛。好，那我可以这样子，一，好，先盖起来，先不要让他看到这一面哈，先盖起来。一，好，然后二，三在这里对不对？把它粘上去。三，哎，咚一声，哎，粘太紧了。三，啊，一没有，二没有，三是你选的，有一个微笑的图案。那它这里面呢是画了一个爱心啊，就是变给女生看的。他说，哦，你选的这个是刚好是我的爱心，好，是一个把妹招数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要送这一本刘谦的书。这里耶，有看到吗？250，定价250、好，这是第二集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
有奖征答，问一个问题啊。要问什么问题？台上的点点是什么颜色？点点什么颜色？你是说这个点点还是这个点点啊？这样会搞不清楚啊。好，没有，刚刚这个好了。这本书多少钱？好不好？好，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“魔术玩家”四个字，外加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就是这一本书上面写多少钱，好不好？好，多少钱？好，那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记得邀约朋友、同学一起来抽奖，免费的，好不好？好。